尖。管。管。不在那儿。老师在那儿。饭馆在那儿吗？这儿没有洗手间。医院在这儿吗？2015年。2017年12月21号。今天是2017年12月5号。明天几号？今天几月几号？你几点吃饭？我们几点有汉语课？爱最近医院明天七现在几点？我一点半吃饭。现在五点半。今天星期天。明天星期日吗？今天不是星期日。星期天我喝茶。今天星期几？明天星期几？洗手间在这儿吗？医院在哪儿？星期日是12号。2017年12月21号。
老师在那儿。饭馆不在那儿。今天不是星期日。医院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今天星期天。今天是2017年12月5。洗手间在这儿吗？一号。间。这儿没有洗手间。饭馆不在那儿。你的姐姐在饭馆。饭馆在那儿吗？有。问咖啡医院洗手间医院对不起间医院的电话号码是多少院英语最近洗手间帮助管明天几号2017年12月21号。帮助医院最近请明天请
2013年6月。一号。今天几月几号？号。我们几点有汉语课？今天是2017年12月5号。星期天我喝茶。今天不是星期日。明天星期日吗？今天星期天。现在几点？常常。几点？洗手间在这儿吗？2013年6月。医院在哪儿？这儿没有洗手间。医院在这儿吗？星期日是12号。你们有洗手间吗？一号。间。长了，我今天很好。王老师是哪国人？他的电话号码是8765吗？姓。
我爱我的弟弟和妹妹。我名字叫李华。我们的家在纽约。李华也吃饭。你的老师住在台湾吗？天气。时。名字。风。我有弟弟，也有妹。他的电话。我也没有妹妹。他的老师的电话。我不吃面，也不吃饭。名字。七。包子。但是。商场。我们的家在纽约。他的家在香港哪儿？我也没有妹妹。床。起。我妹妹。医院在这儿吗？一号。2013年6月。间。我们几点有汉语课？愿。明天18号。几月几号？医院在哪？今天。
明天星期日吗？现在五点半。今天星期天。现在几点？几点？星期日是十二号。星期天几号？几点？愿。星期日是十二号。管。一号。间。几月几号？医院在哪儿？星期天几号？不在那儿。管。洗手间在这儿吗？间。医院。明天。最近。洗手间。你们有洗手间吗？星期日是十二号。医院在哪儿？